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Hello? Do people hear me? Just a little. Yeah, okay. I'm not hearing you. Hello, everybody. Hi. Hello. 喂，大家好，大家都听见我的声音吗？啊，我听见了，你说，非常高兴。有的时候网络不会特别的好，那么我想大家都应该顺利了。现在下面我有请各位打开自己的视频，各位发言者能够是都已经就位，应该有五位参加我们这个板块。我现在看见两个人在卡托维茨，两位嘉宾 OK， 一切都符合要求。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衷心的欢迎各位，这是在北京，这是现在正在夜里，北京是在夜里。我叫刘星，我代表中国的环球影视。我们参加第十六届互联网治理论坛2021年，我不能来卡托维茨参加，我们幸亏现在有现代化的技术。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了。我是环球电视网新闻主播刘星。我们在有各种各样的改革的改变的情况下，市场已经开始了改变。我们发现我们有更多的需求，对于各个方面的信息工作人员，尤其是在新科技的发展，机器已经开始代替人力在工作。那么我现在的工作也许有一天也会被替代，被机器人或者是自动可以能够来提供新闻广播。对啊，虚拟的广播员可以来播报。而且我们现在要谈一下将来的工作会有什么改变。那么最近的一些工作的改变，那么世界各个国家和私有企业如何能够互相的合作，能够推广新的科技，把他们的负面影响都能够排除。而且我们要谈的是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些差异和各种可能性。我们要谈教育方，尤其是在早期的教育，是我们也会谈到用什么方法，一些政治的规定能够帮助员工和整个社会能够适应这些社会的变化。在我们的参与当中，我想我们的讨论会大家非常有兴趣。对于来参卡托维茨参加会谈的朋友们，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参加这次的一些朋友。首先Carmen Nigia Valderrama 女士，她是哥伦比亚在线信息技术和通信部长。
第二个是 Wojciech Murdzek 先生，他是波兰科学和教育部国务秘书，他是我们波兰主办国家的代表。第三位是 Thorsten Schäfer Gimbel 先生，他是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过了一会儿，他会跟我们在一起。下一位是 Rinalia Abdul Rahim 女士，她是互联网协会战略通信和参与部高级副总裁。下一位是 Luke McKent 先生，他是 LinkedIn 欧洲、中东和拉美地区增长市场主管和政府主管。下一位是 John Vanvakidis 先生，他是谷歌二教育的国际总监。还有在现场有 Gbenga Sezan 先生，他是示范倡议执行董事。所以又再次欢迎大家。所以我们继续。我们今天有很多贵宾在一起，而且我们今天的发言者比较多样化，代表各行业，而且各国家很多地区。所以首先我们解释我们的这个日程，因为我们有三个最重要的题目，所以从这三个题目我们开始。我们的活动，每位贵宾有三分钟的发表意见的时间。我希望大家能够控制在这三分钟。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政策。那目前最大的讨论的话题就是。政策，而且我们如何准备年轻人的教育，我们如何能够准备他们适应跟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些需求。所以允许我首先请东道国家的代表发言，Wojciech Murdzek 先生，他是波兰科技部的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目前的变化，在世界上的变化是非常快的，而且由于我们目前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时间，就是大流行病的这个时期，这个让我们更好的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我所说的不只是涉及到医疗行业的问题，我也是提到经济，因为在很多地区很多国家这个经济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在很多人眼中，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矛盾。最近我们都花了很大的力量，而且花了很大时间让他们适应目前的市场，就是劳动市场的一些需求。但是第二方面，我们必须要就是适应目前的状况。所以虽然我们准备，我们让我们孩子就是准备为了一定的工作状态，但现在我们就需要改变。所以说我觉得全世界都面临着一个一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预测目前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必须要预测每个经济的发展的方向，也包括文化一些变化。
所以教育它必须是比较先进，它必须要考虑到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的现状，所以我们必须要支持有关的机构，必须要支持最好管理，让我们更好的适应目前的挑战。我们知道在很早的期间当中已经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因素，所以在我们这个经济复苏的这个计划当中，我们把这个电子化看重，所以我们已经从这个幼儿园开始了有关的项目，所以不只是在这个小学，甚至在这些幼儿园，我们已经有什么涉及到电子化的项目。当然，我们在小学、中学等等的这个层次，我们也提供一些有关的教育。当然，我们准备所有的项目，我们必须要适应，就是。这个年龄组，因为如果这些孩子，如果这些孩子他们，如果这个教法是不适应这个孩子不是定做的，那我们也无法教他们任何东西。所以实际上，电子化也是我们的文明所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在寻找未来的挑战领域。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好好考虑我们的教法和教育项目，同时我们必须要准备有关的基础设施。所以说，在所有的教学这些课程，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些 AI 相关的信息。就是给孩子以非常容易的方式解释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同时，我们注意到了这个线上的世界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比如说这个4.0工业，那我们不只能考虑到软件开发或者这个什么 robot 的外装，我们同时也必须要教孩子，我们也要知道如何用什么工具，如何在线下的时间活动。实际上，这样的习惯已经是在。就是小孩子的时候已经要发展，所以在这个领域，我们想要培训一些周到的员工，这些就是教育体系的员工，让他们能够正确的评价每个孩子的。一些资格或者天才，就是他未来会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他是否适合这什么电子的行业，或者一些更为电信的行业，而且按照每个孩子的一个天然的能力教他们，因为我们不想盲目进行教育。我们想每个人受到适合他的能力的教育，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够发展我们的社会。而且如果我们这么行动，那这些未来的员工，他们自己也会感觉他们呢是从事一个有价值的工作，而且有他们的贡献是存在着。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想发展这个跨行业的这个合作方式。
因为通过这个跨行业跨领域的合作，我们能够达到更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作为国家，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的教育承担责任。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教我们孩子懂得国际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让他们懂在早时间懂得在什么国际的团队合作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国际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想对应那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挑战，那我们必须要教我们孩子如何考虑就是大环境，所以教孩子在这方面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每个国家所使用的资源或者所使用的技术这是非常这是在这些领域我们当然有一些挑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分享我们的一些好管理，那这些信息的分享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推广这个开放的科学，那这样子我们能够让很多的那些领域之中达成一个协同的结果，所以这样子我们不只是有一些满意感，但是同时也会有一些好的结果。所以我今天所提到的这几个领域，我觉得这是值得谈的一些领域，或者值得讨论的一些话题。对很多国家，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而且从我们波兰的角度来看，科学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科学，那我们无法跟这个大流行病有效的打仗，因为这些疫苗它是一个科学的发明项目。实际上这个疫苗的工作它是几年前开始的，但是由于科学发展的结果，我们就能够跟这个大流行病有效的打仗。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让我们懂得在这个世界危机的情况下，这个科学的科学界它帮我们寻找一些答复，一些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这样像今天的这个国际论坛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分享好的管理，分享好的经验，或者一起发现一些共同的目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值得看重的一个项目。所以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卡特维兹的回忆，我们可以一起行动，或者一起考虑我们的共同的每个国家的共同的财产，就是这个科学方面的财产是什么样的。
而且我鼓励所有的国家在这个科学方面进行交流，因为如果每个国家自己寻找一些好的管理，那时间会很长。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有好的管理，请你们分享。因为我们目前在世界上有非常多问题，所以我鼓励大家在这方面进行密切的交流。所以像我们波兰从幼儿园到小学和中学进行那些教育，那我觉得在这方面的管理应该是分享的。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个协同的这个效应，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是具有一个连续性的这个效应。所以我现在说到这儿，我现在想听其他的发言者表达他们的意见。非常感谢部长先生的发言，非常广泛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问题的回复。我已经记下了好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尤其是非常准确的科学之间的互相的合作，然后还有数字教育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高兴的。下面请下一位发言者给我们我们请 Carmen Ligue Varman 哥伦比亚的通讯部发言人，而且还有一位Shafer Gumbel 德国的国际合作发展部，这两位也是刚上线跟我们一起合作。下面我们就有请Van der Maden 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哥伦比亚的情况，用什么方法准备从小的培养在这个教育方面能够提供很好的教学经验。我想在没有世界上有这样地球上有一个地方，这是对于一个数字转变的这么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为人服务的。我想说一下过去和现在和将来哥伦比亚在这一方面数字发展方面的一个变化。我们非常的确认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为年轻人的各方面的学科提供比方说数学信息和科技方面的技术方面的发展，哥伦比亚政府和我的部门科技部信息和科技部就决定有这样一个决定，和其他的部门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应该推广一个加快数字发展的一个决定，就是改变哥伦比亚数字经济发展落后的一个情况，不管是在这个数字经济的获取和发展和使用方面的缺陷。我们作为一个部门负责领导和指引各个
各个部门，农业部、教育部，和卫生部都应该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一个数字经济的一个转变。我们的公共计划呢，都是我刚才应该总结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方面是能够改变这个企业经济的环境和寻找科技人员。第一是寻找优秀的人员，这些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积极的调节和在科学领域当中发现人才，让我们能够加快男孩和女孩能够学习这个科学技术方面的学科。我们把在小学、中学都提供一些在今后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在理科方面能够更多的学业范围。另一方面，我们和企业合作，能够使用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和所有的新技术，能够在高等院校当中能够学习，在让学生能够尽快的学习，然后能适应工作以后的需求。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能够把学习的一些技术能够在很快的在工作当中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不管是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都存在着巨大的需求，不光是在哥伦比亚，在全世界都需要这样的高新科技人员。他们有理科知识，而且在信息和科技方面都非常的能够积极推动经济的发展。我们主要精力集中在理科方面的学生，而且我们也希望这些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他们的科技水平能够适应企业的需求。我们也有非常确切的政策，能够激励一些年轻的有志青年能够在全国的各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工业方面，在比方说农业方面，就希望年轻人能够在教育方面、理性方面和科学素质方面能够学到更多的学科，能够在农业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农业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我们也认为中国家看到这方面的需求，这些高新科技方面理科学生的需求，我们也希望扩展这些年轻人的一些就业，在数字领域方面的就业。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的这个简要的意见。我看起来哥伦比亚他看到了这个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就是在这个教育方面，而且看起来你们对年轻天才教育讲究。现在我想请一些国际组织代表发言。那现在Rinala Abdulrahim女士，
他是互联网协会战略通讯和参与部高级副总裁。非常感谢，我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开会。我觉得在所有国家的最好利益就是让教育是准确的，答应目前工作市场的要求。当然这所有的政策必须是包容的，他们必须要推广那些没有优先权的这些小组，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参与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针对不平等性的那些机制，比如说那些让女性更好的使用教育的那些项目。COVID-19 的这个大流行病让我们理解到对我们的生活的网络的重要性是多么大的，因为最近两年当中我们一直必须要待在家里，而且如果没有网络，那我们都不能接入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能工作，不能学习，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目前在向未来的一个旅游，所以我们要到的这个未来的世界会多使用电子的服务，而且网络一直会是一个关键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记得，世界人口的很大部分到现在不能使用网络，其中很大的部分就是女性。那如果他们未来也不能使用网络，那他们的工作的前景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孩子的生活的前景是什么样的？那这个我们必须要懂得，这是一个关键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向全世界提供便宜的宽带网络。如果我们想所有的人能够享受网络教育，那我们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现在有五项问题。第一个是，首先中央政府他们必须要承诺每个公民都可以使用网络。第二，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法律的框架和规定，让我们能够以国际的方式发展这个。第三，我们必须要采取更为灵活的资金的框架。第四，我们必须要有每个国家的国内的宽带网络推广活动，而且普及网络的什么项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五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就是主张一些多样化的发展方式。为了成功，我们必须要集中前代的教育需求，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不平等的一些网络的资源。我自己准备今天的会谈的时候，我被震撼，因为我们世界的50%，他们是线下不能使用网络，但是其中很大的部分就是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所以非常感谢Abdulrahim女士，你表示这个看法。那现在Luke McKent, LinkedIn, 一个主管，非常感谢我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那现在我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补充，我完全赞同之前所说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要补充。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未来？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个技术角度看，
那有可能很多很多重要的方面，就没有被考虑到。当然，这些 STEM 教育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电子化过程它会越来越快。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也必须要考虑到，就是说这些软的能力，这些软的能力我们也必须要。也必须要考虑到，如果我们要完全利用这些电子的资源，那我们实际上非常需要这些软的能力。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比如说这个合作的能力，那我们如何学习怎么合作？我们如何教孩子发展他们的一些基本的这些能力？我们如何让我们今天的孩子发展到明天的成人？那我觉得最我们要掌握的非常重要的本领，就是适应变化的这个能力，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继续。就是继续我们的发展，而且这对我们的职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在25年前开始我的工作经验，但是当时很多今天的职位名称当时也没有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发展那些比较灵活的教育就是体系，让他们非常非常有这个适应未来情况的这个能力。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些软的能力、软的本领，他们是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更好的适应未来的一些挑战。除了这个之外，我还觉得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挑战，就是说，这个网络使用的能力，因为目前这个教育体系当中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年轻人在不够的程度上可以使用网络。这里我并不是说提供这个设备，因为这并不是唯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发达的国家当中，我们也没问题保证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使用网络。但是比如说在非洲，很多很多孩子他们无法使用网络，也无法使用什么电子服务。所以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是非常多非常多挑战，但是最重要之一就是我们必须要保证所有的世界公民都能够接入网络。非常感谢洛克马肯刚才说的几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越高等的经济发展，更加我们应该重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问题，如何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如何能够心情平静，尤其是在现代的数字这个社会当中，而且我们最基本的人的这一个最基本的权利。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会获得一些回答。下面我们请 Van Van Kittisa 谷歌教育的国际总监。我也很想听听您的一些这方面的建议，如何能够面对国际的早期教育，如何能够让年轻人适应现在的一个挑战，在今后的工作当中。非常感谢。我们刚才听到好几个非常好的一个自己的意见，那么我现在有几个简短的自己的一个发言，那么我们可以一会儿具体的谈到谷歌方面，我们注重的是支持和丰富教育的数字经济，
在最近的几年当中，这只是一直得到了重视。几个重要的方面，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人已经刚才已经说过，大家已经重视了。第一个，我们是非常重视STEM 这方面的教育，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还应该注意到，世界上千百万的人，在自己的这个虚拟的工作间当中，在工作。现在教育也是一个远程教育的一个时期，这是变化是非常巨变的。我们现在在工作和教育方面都是适应远程教育，在各种情况下，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方法，而且在线教育和在线工作都是在不同的国家实行。我们必须要让这些教育家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线教育方面。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我们要记住，是我们不可能预计到将来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样。有的人已经，刚才发言人已经提到，那么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弹性。我们必须要不知道将来会发现新的一些工作机会是哪些，我们也不可能准备好，让我们的年轻人为将来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应该让他们能够用弹性的方法适应将来发展的变化环境。我们应该记住，整个教育环境当中应该是互动的，应该非常有趣的，非常非常的包容的。技术只是一个工具，我们以前不用纸和笔，现在用的是数字的一个工具。我们应该注意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政府的政策是要支持大家都能够有进入互联网的能力，让更多的人能够利用数字变化的这个机遇。STEM 这种工作方法，这种教育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之一，这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方法。最这个数字的变化发展的变化，我们坦率地说，我们应该在此准备我们的学生和教育，让他们能够在将来的就业工作当中。当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发展在科技 STEM 和数字教育方面提供更多的方法。但是除了这些STEM 的科目以外，还有很多的非常重要的科目，比方说也是为成功提供的一些科目，比方说我们需要很好的基建结构，使得网上的远程教育能够更加的有效。我们应该记住，我们需要用合作的方式和所有的有益方面能够积极的参与各个教师教育团体，还有这个家长群体，能够创造新的一个教育计划。当然这不可能降低合作，减慢新技术的使用。我们都应该学会使用新的这些科技教育方法。我们现在积极的努力的用更好的方法，能够让老师和学生能够更加容易的在远程教育上面获得更多的支持，也希望教师能够感到更加的自信，有他们更加的能够自如的使用这些新的技术。这就是非常在这些新的技术能够得到老师们更加积极的参与。非常感谢江为我们的一些建议。所以你所强调的也是这个弹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也觉得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如何培训那些负责魔术年轻人的这些老师。那一样的问题，我想问呢，就是Gbenga Sazan 先生，他是凡事倡议的一个执行董事。那我的问题是关于那些非洲的青年，尤其是这些受到这些一些教育限制方面的影响的人。那非常感谢。那如果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大流行病给我们教了什么东西，那我可以说有两种青年人。第一种是他们完全使用这些所来的机会，尤其是这些新技术所带来的这些机会，而且这些年轻人他们使用那些机会来让他们变成更独立和学习那些软的能力。再是还有第二种人，他们完全不学习，他们第一个是他们不学习新的东西，但是第二个是他们也忘掉那些之前所学到的那些东西。所以这个2020年很多学校被关闭之后，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只是没有学到新的东西，甚至他们就忘掉已经之前学习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要记得，他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而且那些不能使用网络的实际人口40%，他们实际上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谈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看两种东西。第一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政策就是教育政策是第一点，这是重要的。但是经常这些教育的政策他们跟现实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他准备一个教育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基于网络，那这个跟现实经常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一些欧洲国家说，如果一个孩子想通过网络学习，他可以去什么网络咖啡，那这是不对的。因为很多人他们连这个也做不到。因为我们每次谈这个问题都要重复，世界的人口40%他们完全不能使用网络。所以如果我们谈这些 STEM 的课程项目，那我们每次必须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一个特殊的状况。因为很多大学，比如说他们培训那些未来找不到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雇主想要的这些能力，所以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这些教育和劳动市场之间确定未来会需要什么样的能力。这在奈及利亚也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我还想表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执行那些帮助掌握新的本领的项目。但是这些之前所执行的项目，我们必须要详细的分析。所以如果一个项目有好的结果，那我们要让它放大，就是扩展这个项目。有可能什么针对很小组的人的项目它是非常成功，那我们必须要对其他的组发展这个。
非常感谢。刚才先生提到，就是新冠的疫情已经造成了更大的一部分人有网络的这个使用的可能性。不光是在非洲，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在发达国家也会有，比方说在瑞士，在这个疫情当中，老师也抱怨没有电脑可以工作，可以为学生提供远程教育，所以这是问题是全球性的，并不是一些贫穷国家。在新冠疫情当中，让我们大家都睁开眼睛，看到我们的现实是多么的可悲，我们有这么多的困难。现在各位尊敬的来宾，我们已经快要进入尾声。第一批的问题当中，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用什么方法，政府可以能够更有效、更好的利用新科技。不光是说到老师、学生，我说的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社会当中的人员可以能够，所有的人可以有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科技使用方面，我们还要记住，还有一些老年人，整个社会趋向老龄化，而且更大，尤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我们下面请 Vadamara 女士，哥伦比亚在线信息技术和通信部长。非常感谢让我这次发言。我想说的是，我非常同意刚才我的一些发言人的一些说法。那么在哥伦比亚的情况下，我们不可以忘记的是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们必须要解决通讯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是把整个我们全国都覆盖我们的通讯，我们还要保证我们的年轻人、成年人和老年人都能够利用我们的通讯的这个可能性，而且希望他们能够会使用这些工具。在哥伦比亚，我们尽力尽所有的能力，新科技可以使不光在每天的日用当中被使用，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的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能够更加的舒适。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说我们在哥伦比亚在公共政策方面做哪些的一些支持，来满足具体的需要，整个社会的需要。我们在哥伦比亚实施很多的计划和项目，都是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妇女、对于年轻人、对于企业家，包括还有很多的项目，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些对于妇女的项目啊，还没有受过这个学校的教育，让他们能够学会运用数字进去，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信息。科技的发展应该帮助这一类的妇女能够进入社会。那么刚才我说还有三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真抱歉，非常感谢非常重要的发言。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下面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如何我们能够定义合理的这个就业的环境和条件？下面我们请下面我们请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的委员会成员 Sternberg 发言。Schaffung geeigneter Rahmenbedingungen und
Das will ich am Ende einfach noch mal unterstreichen. Diese sind faire Bezahlung, faire Verträge, faire Bedingungen, faire Managementprozesse und faire Mitbestimmung. Und da will ich einfach einen Punkt machen. Thank you so much, sir. I haven't been able to get the translation. 非常高兴，我看刚才这个德语的翻译没有能够被我们。准备好，我想刚才非常说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建议。肯定你的发言一定会在网络当中会呈现出来。我非常抱歉，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非常欢迎感谢大家参加这次的论坛，我们没有时间再进行更多的讨论。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治理论坛，我们应该所有人都应该适应，所有人都有时间的限制。那么我非常高兴大家能够非常的积极参与这次论坛，非常高兴不管大家在什么地方和我们联系，我也认为这次论坛对我获得了很多，非常感谢我能有机会组织这次论坛，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再一次进行会谈，谢谢大家。北京再见，非常感谢，北京向你们问候，再一次抱歉，我们的时间有限。